知名的汤包师傅曾经因为投资饭店失利，一度积蓄全部都没了，但是他没有灰心丧志，钱没了手艺还在，他重启炉灶，每天抱着战战兢兢的态度，终于东山再起。小籠包はやっぱり台湾。木村拓哉一口接一口，表情满足，欲罢不能，一笼接一笼。是谁天大的本事，让国际巨星味蕾 Kimochi 吹球把球心会亏？人还没进去啊，到门口他的那个单子叫你签，这一辈子不能讲出里面的内容，什么都不能讲。答案是他，台北通化街汤包王张明煌，受邀在木村拓哉面前现包现蒸，让木村代言台湾观光时拍片打牙祭，一干二够。手艺受到台湾观光局推荐，连这支宣传片的导演吴宇森都直喊欧一戏。拍片收工后，还要张明煌再做两笼汤包，让他满足过瘾。他们有筛选过好几家，最后导演吴宇森决定哪一家就是哪一家。去拍摄的时候呢，哎，奇怪，这个有来吃过，才知道他是吴宇森。来，给你哦，一一一，来拿起来，这外带的。大明星大满足，张明煌也得满足众多小粉丝的舌尖渴望。每天11点开门，12点不到，店里已经座无虚席。其中很多是按图索骥，带着旅游书找上门的日本客，更多的是附近上班族，近水楼台先吃汤包。汤汁比较多，皮比较薄，然后还有那个锅贴跟那个豆沙锅饼也很好吃，非常的推荐。我大概每个礼拜会来两三次，对对对。然后只要有国外的朋友来，一定必访的景点，很多人吃过都觉得它还是第一名的。打败数一数二的汤包招牌，在众多饕客的心中夺下第一名。张明煌的汤包肯定五棱爆七大。皮薄汤多肉鲜，三缺一不可，黄金三角才能网罗新台币。拉的时候那个不要挤得太，全部那个最后挤得太集中，最后会有一颗头，人家吃整个都很好吃，最后吃到那颗头感觉不舒服。中筋面粉打成面团，擀折分割醒面半小时，增加延展性。汤包皮圆形稍厚，圆周较薄，让内馅可以支撑延展。最后是8到21折两座会，就不会有个面疙瘩卡住顺口评价。皮冻的猪皮跟这些老母鸡啊鸡骨头去炼成胶质。黑毛猪脂肪不易融化，口感较脆，温体肉保留鲜美肉汁，葱姜水助阵，沾染天然新香，让人解馋又解腻。皮冻汤汁清爽甜美，多放一些好吃但不好看。老师傅的舍与得有心法。啊，老大哥了，他的做法跟我不一样，我的汤汁会多，汤包不可能像他立的那么挺，我的汤汁比他多了很多。我学到那么久啊，好看是一时的，好吃才会嘴巴会流出的。手艺能在饕客的鼻舌生意打转，其实是深厚的累积。57岁的张明煌，厨房资历超过40年。小时候调皮爱玩，不爱念书，妈妈拿他没辙，拜托认识的人推荐。在还没童工限制的年代，张明煌小学毕业就听妈妈的话，进到圆山饭店的厨房学功夫。我妈妈不知道跟我们师傅怎么讲的，我7、8年之间啊，都不断的换地点，不断的学，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学徒。做炒那个洗锅以后要去炖板，炖板前还会配了，又掉去炒菜，一会儿又掉去点心，掉去冷盘。其实啊，7、8年中啊，每个部门都学过，可是我的薪水都没有涨，7、8年都没有涨薪水，都是学徒的薪水，人家早就不知道升到哪里去了，人家学2个月，人家就要当师傅了。7年跑遍圆山的每个厨房部门，张明煌退伍前已经可以独当一面，时常参与外交部国宴，还曾经去小蒋总统的七海官邸办外会。而汤包也是在那个时期反复习作，内化成为内功招式。刚开始包的时候也是这样，
师傅下班啊，也是面皮啊，面皮包面皮。哦，剩下的。不是，这不是给你包肉嘞，是皮包皮这样，没有肉给你们包坏的怎么办？退伍后，张明煌到知名的江浙餐厅工作，一做十多年，累积不少积蓄。20年前，台中的知名五星级饭店新成立，几个厨房的师徒好朋友相揪穷穷穷，包下饭店的千人员工餐厅和一家高级中菜料理，打算大展身手。哪知道那时候陈友豪摇摇欲坠了，我们才进去。半辈子的嬉戏啊，去台中一年花光，倒了什么都没了。大老板涉入震惊台湾的掏空案，潜逃对岸，饭店跟着摇摇欲坠，生意惨淡。短短一年，张明煌烧光积蓄，惨赔上千万。一年没工作，一年都没有出去外面做事，就在想失败在哪里。张明煌检讨的结论是，任何事情应该稳扎稳打，瞻前想后，谋定而后动，才不会冲太快而跌倒。但还好积蓄没了，功夫还在，业界朋友认为他的汤包堪称一绝，绝对有机会再重启炉灶。一路待过大饭店名店，这次没了知名招牌加持，张明煌只能靠自己背水一战。每天我是最早来最晚走，我们把我这个店当了自己小孩在看待，战战兢兢的。老师傅心态归零，每一天战战兢兢，终于打响自己的口碑招牌。2004年还夺下台北打牙祭人气小笼包第二名，晋升名店行列。汤包有高分，店里的清蒸高丽菜、清炖牛腱肉、清炖鸡汤、布拉吉炒饭，都是40年厚积薄发的人气品项。锅贴不贴锅，而是贴上先用面糊煎出的脆皮，上嫩下脆，清爽不油，快做好吃，是经验累积的工作智慧。伊要求拢做严格，所以迄个筋量拢伊家己切。你牙切来吃，甲牙底、牙中迄气皮拢同款，因为拢拢伊配啊。诶，头早做饭也袂头尾嘞。许多大老板吃过他的手艺，向张明煌提出合作构想，要把品牌推向国际，到国外开分店。这次老骥伏枥仍有千里之志，但汲取经验教训仍在仔细评估当中。日本吃饱他一个鞠躬哈腰，一直说谢谢，还要多人，他会感激你，这样子就是值得做40几年来最大的回报。曾经跌倒，再次爬起，有底子就有路子。张明煌把每一天每一笼做好，战战兢兢，永远当作第一天，才能不断累积，劳而弥新。